欢迎使用手机上的 Kids A to Z 应用程式。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载 Kids A to Z 应用程式。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个应用程式，无论你身在何方，只要你的小孩子在你身边，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听书或者读书。登录 Kids A to Z， 你需要通过 Clever 进入。Clever 是我们用来登录所有校区应用程式的网站。要访问 Clever， 你需要在手机上打开浏览器。你有可能有 Safari 或者 Chrome， 然后输入 clever.sfusd.edu。在这里你将选择使用 Clever 徽章登录，然后扫描学生的 Clever 徽章而进入该网站。通过 Clever， 你将能够访问所有校区的应用程序。在这里你将点击 Kids A to Z 的图标，然后系统会提示你打开 Kids A to Z 的应用程序，请选择打开，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显示正在加载的屏幕。登录之后，你将进入以下的屏幕，你可以在这里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选择书籍。 Level up 是升级的意思，提供适合你孩子阅读水平的书。 My assignment 是我的作业，提供由老师分配的书。 Reading room 是阅览室，是提供所有书籍的综合图书馆。在 Reading Room 阅览室里面，你可以选择到不同的主题。通过在顶部滑动手指，你可以选择访问主题，包括已分级的书籍。继续保持滑动，可以进入小说、非小说和西班牙语书籍。选择其中一个类别，你将在对应的下方看到书籍。要访问其中一本书，你只需要点击该书的图标。你可以选择耳机图标去收听大声朗读出来的有声书，或者选择书籍图标，你自己进行阅读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请访问 familylink.sfusd.edu， 或者将你的问题用电子邮件发信至 familylink@sfusd.edu， 又或者你可以致电415-340-1716。非常感谢你。